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是就如你们报道一样的，我们是因为呢，因为一些就是银行的来往的这个 transaction 呢，突然间在两个星期前被告知说被冻结，所以我们才alert到，所以看是冻结，再查下去说为什么冻结，就银行说是拿到 court order。所以我们自己去联络反贪会。哦，是你们主动去联络反贪会。是我们自己去联，因为反贪会也没有智慧。对对对。它是 across the board 嘛，900个呢，就是 across the board， 他们去 frozen 人家的 account 嘛， without informing us。所以我们是因为一些，因为就是我们 issue 的 check 就不能够进去，那么一些 check 我们要 deposit 的进不去。所以才alert到我们说，哦，原来有这个事情发生。但是我相信，他。